过了几年就要到了，国庆一间游乐园为着要吸引民众来遮佚佗，最近一直伫咧增加新的游乐设施。除了甲美国好莱坞特效团队共同打造一个设施，叫做“金夏列车”以外，业者嘛预估伫咧过年的这段时间，会阁推出两种新的设施，要互民众来佚佗，也举办真趣味的博黄金活动，要互民众伫咧过年时啊，试一个手气，有一个新年的好彩头。真侪人拢会趁着放假时阵到游乐园来佚佗，趁着旧年过年就要到了。高溪乡一间著名游乐园为着要吸引民众来耍，最近是陆续来增加新的游乐设施，要让民众耍了欢喜跟满意。我们要推出呢，也是呢，可以说呢是全国号称最强的一个这个旋转摇摆式的一个最长的溜滑梯，那也深受到小朋友上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呢，就是呢，我们也推出新的设施呢，也运用了最强的科技呢，5D 冒险的剧院呢，呈现在我们儿童王国。那在冒险剧院里面呢，是用这个恐龙跟大白鲨的概念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也跟小朋友来作为互动跟教育体验。近前甲美国好莱坞特效团队共同打造一个设施“金夏列车”，因为是采用最新的 AR 技术，吸引真侪人来体验，甚过民众拢真肯定。我都是闭着眼睛。哎，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看到。我有看到，很恐怖。我只看到狼而已。有狼哦。还有真的人哦。真的人。对对对对对对。金夏指数破百，破百。农历春节呢，推出了这个地表最强的金夏列车。那在金夏列车呢，也这样子，整整规划了两年，那也耗资了数千万呢。那我们也运用了最新的一个 AR 的一个这个科技呢，来导入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上的这个呈现。那从上个月的一个试营运呢，已经呢博得呢很多的这样子观众的这个喜爱。除了增加新的游乐设施以外，业者嘛将会举办趣味活动，只要林园就有一张体验券。好，民众来试一下手气，看是不是会当博中黄金。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初一到初四的一个铂金节。那这个铂金节呢，只要是在我们园区里面有消费一定的额数的一个花票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铂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呢，每天都会送出呢百万奖品以上，最重的部分呢是有这个黄金的部分呢来给观众这边去作为抽奖。过年期间，想要来云林佚佗的民众，除了去高溪啉咖啡以外，不妨会当来游乐园耍，体验全新的游乐设施，无的确也会当博到黄金，给家己一个新年好彩头。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